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，要玩 Minecraft， 玩什么呢？玩我最喜欢的恐怖地图眼睛，它是现在还是 demo 版本，测试版本。可是我就喜欢玩恐怖地图，所以我等不及，我已经下载来玩了。为什么我喜欢玩恐怖地图呢？没有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有剧情类型的游戏，恐怖地图就是有非常剧情性的游戏。所以我，哎呦，刚刚怎么回事？哎，哦对，他说进入游戏之前我们要输入一个指令哈。哦，没有，好像不需要输入这指令。那为什么我会卡的？好，他这个地图呢哈，还有内建那个材质包哈，地图内建的你不需要另外下载的，很好啊。云快关闭哦，云快关闭哦，我先设定一下哈。好，那么我们设定完成了哈，我设定完成了的话，旁边说这边是我们材质包测试的，旁边是干 ，OK， 我们材质包是正确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之后呢，这边旁边两个应该是作者吧，叶明跟那个 Kevin Woods， 好，我觉得还蛮新奇，我最喜欢恐怖游戏，来吧，眼睛，准备好就开始听我。好，你确定要开始吗？方块已经被放置，你的游戏模式已经被更换成生存模式。重击刚刚好，没有汽油，刚刚好。这边有一间房子，好了，赶快进去休息吧。哇哦，这样随随便便就进人家屋子了。哦，这是我的重击吗？哇哦，刚刚还念错，念成重击呢。哼。哇，我觉得他材质包很酷哎。请问有人吗？看起来。没有人在家，门没有关起来，进去休息吧，等房子主人来，我再跟他解释来龙去脉。为什么我的名字叫叶明？哦，所以我是叶明哦。这边水，哎呦，那什么？马赛克吗？好，我们进去里面好像只能进去了。我们进去里面吧。还有啊，个走路的脚步声很棒哎，我觉得。门关起来了。哦，我也知道。哦，门打开了啊！你没有显示哦。我们可以这样拿吗？我们可以随便拿吗？他没有说哎。我们还是不要随便拿比较好。这是我们水龙头哦，水龙头还有滴水。哇，我觉得他作品很棒哎！我之后要回去玩他的前几个作品。这边有一个小仓库啊，那个。哈利波特被关起来的地方，找一块打火石啊。那边有一块基岩哦，这边是我们的仓库啊。为什么站在门这边呢？我怕它关起来啊。好，不能打开，看来我们需要找钥匙哈、啊。要找钥匙，哎，这边怎么这边发光的？哇哦，哇哦！两个眼睛不是，然后都没有东西哈、啊。这边有两个国旗，不是国旗。哇哦！然后后面这是有一个箱子哈、啊，我点不到怎么办？大我点不到。哦，它是矿物车哎、哦。我刚才点到了水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应该是要去找钥匙哈。要找钥匙，哎，这样不就变成解谜地图了吗？说好的恐怖地图呢？剧情性呢？打火石哈，我们这边有一个打火石，打火石拿来这么呢？烧房子吧。需要找钥匙，我们不需要等到白天吗？哦，他说白天的话，我们可以调成晚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调一下哈。好，我们设定成网上比较有气氛嘛哈。发射器，为什么这边打开的？哦，这什么方块的？超酷炫！地下室 key， 这边有地下室吗？等下，这边有地下室吗？那个是地下室吗？你没有跟我说哪里是地下室啊，大大。原来有地下室啊，应该是地下室吧这边。好，按了应该。启动发动机，好，来找找看有没有发电机啊？发动机，我还说三小，这是我，
哇哦，我视野明明调最远的啊，这边有一个小房间哈，小房间就要进去查看这是什么。哦，发现滴答杆，这样快就找到了。这什么？丢入燃料？哦，我们还要去找燃料，我们先关起来。还要去找燃料，果然没有这么简单。密码门被高压电压炸开，这是稀奇，是我电压放太高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你还没有启动电压。这边有一个小房间哈，小房间应该是有燃料在里面哈。哇，燃料，好简单哦，燃料。哦，然后这边是下来的路，如果是我的意见啊，我觉得刚刚的话，你应该放一些尖叫的声音之类的，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吓到。像刚刚这样没有声音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还好。哇哇，有个哇，还蛮好的，才知道静音模式发动电机什么声音啊？哦，所以我刚才没有发动电，那个没有发动这个发电机，所以刚刚刚刚笑我是没有声音的吗？所以是这样吗？哎，所以打火石是干嘛的？哎，我是跳关了吗？我跳关了吗？大大，打火石干嘛的？密码门已经打开了哈。感谢你的游玩，这是第测试版本，请期待正式版本。游玩地图是20分钟或是30。如果有问题，可以回复巴哈或是 YouTube。好吧，我觉得20分钟不到，20分钟不到。我们这打火石是干嘛的呢？这样不太对吧？我们再回去看多一次，看一下打火石真正是要放在哪里的。大大。他说打火石只是装饰，还没有做好吧？我们等下一次它的正式版本出了，我们再继续玩哈。我真的很期待这个恐怖地图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恐怖地图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喜欢玩恐怖地图嘛，剧情游戏嘛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次实况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收看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我们下一个地图，下一个游戏，再见喽。拜拜，我们去骑上我们重机离开吧！嘣嘣嘣。